Okay, 等下 HK DLC 你確定 ？Okay， 你 HK Andy 喺嗰個呢個萬聖節嘅 DLC 之後咧就出咗呢個特殊上衣啦。咁佢有三件衫嘅，包括有呢件啦，同埋二件嘅，仲有一件咧就係八點夜晚上8點幾香港時間，因為要鬼翻美國時間啊嘛，而家差唔多3點幾。 你應該3件衫就 mission complete 㗎啦，大哥。依純粹係提盡都係 DLC 一部分啫，冇咩特別。好，下次記住啲方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